在时间是5月27号早上8点，我落红了。镜头脏脏的，我落红了，大概一点点而已。刚看好像落红一点点，落红应该不用去医院，等到多一点或者是有阵痛才要去医院。然后等一下去吃早餐，我现在正在选 Innisfree My Palette 要买什么眼影腮红，选到一半上厕所看到落红，有点害怕。好，不管，我坚持要选完我的眼影跟吃完早餐，然后看落红的情况再去一下诊所吧。我现在住在旅馆，因为我家太远了，我家在淡水很里面嘛，新市镇很里面，太远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市区住在诊所附近的旅馆待产。没想到才住一个晚上就落红了，真的太巧了。好，我先修完眼影，等下去吃完早餐，再去一趟诊所。现在出发前往诊所。医院里面了，然后现在因为落红好像是惨兆里面算是最不吉的，所以现在就先绑什么什么胎心音监测小朋友的心跳嘛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还有测宫缩吧，然后刚有内诊说我已经开半支一支了，怎么会那么快？我原本想说只是过来看一下，应该还可以再跑出去吃个饭、逛个街，就已经开半只一只了。可能等一下就要住院了吧？我还不想住院呢，我想再多撑个一两天。刚刚测宫缩什么的，说没有，就没有明显规律的宫缩，但是因为已经开一只，已经开一只，然后医生就说可以直接住院开始准备生，或者是可以出来再走一走，等到有宫缩或者是有痛再赶快回去医院。然后我想说，既然还可以自由活动，就出来再吃个东西，然后再回去。所以我现在出来吃中饭，然后回去饭店把东西收一收，袋子再回医院，然后完全不会痛的，超神奇的。这个超神奇，完全一丁点痛都没有，然后什么闷痛啊、宫缩阵痛都完全没有，然后刚刚内诊也不太会痛，好奇怪，大家都说内诊很痛，可是我内诊也不太会痛啊，到底是怎么？朋友说我是内见无痛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护士说有的人比较耐痛，可是我是不痛，我不是忍得住，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痛，好奇怪哦，我的生产日记。会不会变得有点太美妙？好奇怪，希望一直到生出来都是这么顺利。好，等一下先去吃饭。来吃那个维多利亚酒店的168 Prime， 因为它在诊所附近，大概车程10分钟而已。就吃完，然后我们就住在维多利亚，就吃完上去饭店。上去房间收收东西，就要去医院开始生了。现在目前是就还好，没有什么痛感，就好像肚子有点闷闷的。目前就只有这样，希望可以一直这么顺利到小孩生出来为止。
停，哎，你干嘛打嗝？去到餐房一阵子了，然后刚刚打了埋了无痛的管子，还没有打药。埋无痛，目前为止埋无痛是最痛的，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阵痛啊什么的，所以目前为止埋无痛是最痛的。还有，因为我那个乙链是没有过的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反正你怀孕你就会知道了，乙链是没有过，所以我一进来就先打了抗生素，先埋了那个打针的管子在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无痛的管子，目前为止就是还没有任何的不适情况发生，所以好像有一点顺利。刚刚无痛就不知道，因为无痛是埋一个管子在背后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痛麻麻酸酸的，但没有到很痛，只是就是害怕大于痛的感觉。这是病床，就我住在核心的乐德尔病房，就他们病房超豪华的，而且很安静很舒适，不会有什么隔壁产妇在尖叫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待产跟生产在同一张床，也不用换，所以就舒适度很高。好，我要继续回去躺着睡觉，等一下任何状况再更新。现在时间是5:28，刚塞了催生药，塞药有一点点小痛，但没有到很痛，就是小痛。然后药在那边，不知道是它在发挥药效还是干嘛，就这边就一直有一股稍微不舒服的感觉。然后护士说开指有更开一点，就原本是半指到一指嘛，现在已经开一指多了。然后头很低，所以就是算是产程有进展，很顺利。但目前我还是没有痛哦，我无痛安上了，可是还没有这个无痛的管子，我无痛安上了，可是还没有放药，我现在是完全没有阵痛的感觉，好奇怪。然后现在很自在的在看电视，对，对啊，目前来讲都非常的顺利，好奇怪哦。我好像有点太顺利，也希望就这么一直顺利到最后生出来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:30，刚刚内诊还是开一指多，然后现在加了催生点滴，手上好多好多东西，就有挂着两瓶点滴，然后下了催生点滴之后开始。比较痛，就是下腹有点闷痛，然后就下面那边有点胀胀的感觉，但还好了，没有痛到说要尖叫还是什么的，我还是可以正常的讲话，就有一点痛。等一下如果真的很痛的话，可以请护士过来加那个无痛的药。但都已经8:30了，不知道还要多久。好想睡觉。现在时间9:10，进展的很快，刚说开三指，然后也加了一点无痛，就刚刚比较有痛感，就请护士来加无痛，所以现在是不会痛。基本上从头到尾好像就没有太痛到。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产程吧，不知道等一下到最后会怎样。紧张，开三指应该就快了吧，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家喵喵，好期待。现在时间5:28的凌晨12:01，就是原本是27号，现在已经跨到5:28了。然后刚刚内诊说开了4.5指，就是其实就算蛮顺利的，就一直有慢慢在开，然后一直有持续的在落红，然后因为就早就已经下无痛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痛感，但是就很累，就是很想睡觉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等，因为4.5指嘛，5指是全开，所以现在等到5指全开，他们就会
教我用力把我们家喵喵挤出来，所以现在继续等，应该快了，就这一两个小时吧，有点紧张，祝我好运。可以吞完了。